后一位呢，这是咱的乌糖粿，乌的真正薄哦。但是呢，实力派手中歌声真正真该赞哦。我来跟电话朋友探亲探姻缘，做着大头家甲大老板，来欢迎我们的美女带来好听的歌曲。谢谢，带来独一无二。我阿伯换口红，阿伯为妻养马。哎，对对对，美琪儿啊。梦里，你是我偶像，偶像我都没有在记名字的啦。真的假的？我现在已经不是了，我阿叔一样。你也是一到八演的吗？啊，对啊。那你唱出来的感觉也会比我好，放心。没没吗？去换麦了，对啊。好好，加油了吗？老师，速度帮我加持一下。你买哪小哪暗照？你要去不了。谁说终身有桃花？是谁寄了爱谁生我人？你可以做出选择，能赚钱好，没知那就别走了。桃花它没有下落，现实交换角色。就当我沉默，你就很露天。如何让爱决定你够不够资格？有预感在眼前闪躲，闪躲你，你敢选择我？有没有两张卫生纸给我？我擤个鼻涕。人家是出力之后下面要擦一下，你是上面要擦一下。对啊，没办法呼吸，很难唱歌。谁说终身拥抱我是绝情？我本爱是生活人。你可以做出选择，能坚决，好别执着，就别错过。桃花它没有着落，现实交换角色。就当做生活，你就很独特。如何让爱决定你够不够资格？有预感在眼前闪躲，闪躲你，你可选择我？重感冒，我就是金稻花园三个礼拜了，然后又加上这几天在那吵吵吵吵吵的过起来，感谢老师，阿宝老师安内啦。感谢老师辛苦的伴奏，张杰嘿嘿嘿嘿嘿，个黑的萝莉，嘿嘿嘿嘿，连那喉咙都黑了呀，都黑掉了。我跟你讲，来音。